当时呢，其实我家人还是非常反对，那么他们也是一边反对又一边支持我，因为我喜欢，然后他就去问了，问很多人啊，然后又有事去试试看啊，然后就说我懂功夫，然后就去表演给人家看了，这样子。其实父母都是这样子，他就是好像你刚刚说，他嘴巴就是每一天都在骂你，但是骂完之后他又会很支持我的这样子。好多时咧，有好多人有个错觉，就系话，当佢啲仔女大个咧，咁佢嘅责任都完咗啦。我觉得就唔系，因为父母对于儿女嘅责任咧，系对于儿女嘅爱同埋责任系一生一世，永远系直到永远。我记得我个仔曾经问过我，佢话妈咪，到底你有咩建树咧？咁我又答佢，我话我将会有嘅建树咧，就系养大你哋几个人。